些都是我喜欢类型的，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有点遥远。个个都是大长腿，我的天哪！对，我们公司月华的啊。轩怡，轩怡，我的轩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月华娱乐的 YH Girls， 谢谢。终于等到你。会不会有 battle 的？我就是说不定嘛，每个都 battle 肉。可不可以不跟月华 battle？ 尤其是那两位会被骂耶。没关系，我就说我不背，我直接下了，我直接下。轩怡加油！轩怡好甜。训练得很好，然后也蛮成熟的一个团体。对，因为他们其中有两位其实已经出过道了。哪两位啊？吴宣仪、孟美岐、两位都出过道了是吧？对。 那现在重新再到这个团队是吗？对，练习生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开始嘛，我们就是抱着初心过来的，然后打算从头再开始一次，然后加油努力。对，从中去学习。 OK， 来吧。吴宣仪、孟美岐，恭喜你们进入 A 班。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那就是二对二了。要几下两个 A？ 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，结果压咪下去。不要再 cue 我的名字，我现在提到我名字就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手里面有两封，抽吧。太多轮 battle 了，人心惶惶。
楚然呢。不好意思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我说我可以 battle 啊，可以 battle， 这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呀。往里走，去。好。妈呀，另一个是谁？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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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。哇！没关系，我就说我不背，我直接下了，我直接下了，我直接下了。Sunny battle 吗？不 battle 的话，直接去 B 没关系。Sunny。我们下去说吧，走。哇哦，太帅了！我等下来找你们啊。响应，留着，留着，加油！那第一组的 battle， 我要忍住我想哭的冲动。我不是靠颜值，我不难过。下一位选手准备。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？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好可爱。所以你是你们村的村花是吗？对。杨超越给我的感觉就像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小燕子。但是我喜欢那个金锁，我喜欢范冰冰。哦。那我们先看你们表演吧，好不好？他在数拍子。每个梦都得到祝福，每颗泪都变成珍珠，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，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杨超越，哦，你跳舞的时候别数拍，非常明显。你那个嘴巴的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那换个动作转一个圈。我不能错，我错了不会影响到他们。可是你还是跳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每一天都值得庆。我跳错了吗？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遇来到这个舞台的？就是那个有个通告，2000块钱，然后还管饭吃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就跟40个女的，40个女孩子选8个，然后进来的，一直感觉啊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女团嘛？但女团都是腿嘎长，然后长得又好看。你不会藏到这里来。藏到这里来应该不会来这里，是到世界金氏纪录，你知道吗？这是82分，你知道吗？很可爱，我觉得你有一个观众缘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既然对这个舞台是希望的，那你就要更努力去做好，而不是数拍子。经过我们达成一致，进入 A 的没有，进入 B 的没有，进入 C 的杨超越。老师真的吗？假的。你退赛吧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得到 C， 因为我在我们团里面是可差的那种了。然后，有点懵。你应该像你的名字一样，超越你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怎么办呢？
我们还有。嗨，老师们好，我叫段奥娟，然后今天演唱的曲目是《从前慢》。好，来吧。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，今早上火车站装着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。全场沸腾，然后惊艳的一个团队。转音跟那个 R&B 风格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实力说话，你们应该都是各自组的吧？我们
们其实有准备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，要不要？哦，好。OK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 มิมิลีค่ะ 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่ะ Hi everyone, I'm Kimberly a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ustralia. 会不会怕被别人说？Who cares? 就是我来就来咯，你有本事说我你也来呗。给我们炸一个。我希望自己可以立个规矩，就是成为大家的榜样。就我希望，哎，亚米站出来给你们看，女团不一定是那种可爱的类型，女团也可以是亚米这种类型。好帅啊，我的妈！如果抛头再是重阳都被抑制，外邦来谁喊自己发明做逆子？把茄子卷饼自擦耳子，还有链子，黄腰子孤独自拴链子，我要面子。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，更多年轻人自闪耀当美国旗高，闪耀当美国旗高，看我抓一把重要不下一天骄傲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，远远的夜空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It's my show。这是我现在看到为止最齐的一个团，我也觉得是我想再看一次的表演，非常好看，让我们觉得很享受。亚米是吗？莫名其妙我们的目光会到你身上。他很前卫，他的样子很前卫。因为很多女生说他是饶舌担当或者是什么的，但是他没有散发出那样的感觉，但是你有。再来段 rap 我听听。OK。哎哎，开始注意 ，Everybody 在 look at me， 看到我都不敢呼吸，小臂都得过期苏西。哎，如果说我不是美女，年纪过大是种悲剧，全都握紧不为别的，Just let me 立个规矩。这是亚米江的磁场，走到哪都像是主场，从来不会凉的鸡汤，带我走赛浪，走保持天真，即使没有那方面玲珑的面具来防身。哎，但不是真不如干脆就光明正大做个吃肉唐僧。Yeah， dirty pretty 都没关系，不要尖嘴打嘴，勇士打者仅此而已。Hell 选不选我，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西哆瑞咪，发嗦拉西，每场比赛用尽全力。妈妈说你要努力，别放弃。谢谢。哇！这个 rap 是你写的吗？啊，我自己写的。哇哦，酷。就是之前我们在面试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老师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们看上去你们第一眼不是特别的抢眼哦，你们不是第一印象给人特别美好的团队哦，然后我觉得，然后我就写了这一首念给他听。包装过后，我们这个是根据汉元素在里面做的修改的衣服。手中雕刻神话，刀锋千转万眼成花，生命功德他是小盘梦出人家，春风绕过发小红纱，刺绣怎打眉目抗烈你做庄稼，红脸流沙之上白发杯中酒比划，歌却山海还挺有感觉的。
我想挑战一下，唱一个有一定风险但是我想展示的一首歌曲。可以。我喜欢这种精神。May the skies be sunset, roll tears cried, more, more, more,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